其他机制的第二点提到了不同委员评选结果有没有明显差异情形，这边的注记是写无。而刚才我说了，其中一个评委明明就给他全场最高分，而且排序一，相较于其他评委给他第四名、第四名、第四名、第三名，就唯独那个编号第五号的评委给他第一名。好，可是后面这个其他机制却写说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个采购案通常的这个担任这个采购案的评选委员会的主席是谁？一定是公务员。那个案子是督发处的案子。那督发处长为什么你最后会做这样的裁事？有没有问题？你高鸿安要讲清楚啊！不是今天你一句话说这个落选的厂商已经向公共程会已经提出申诉就可以切割的，没有这回事情。还有一个事情大家可以来讨论，根据机关提报巨额采购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业规定第五条里面清楚提到，机关应该要根据这个采购案件的特性，择定相关一些事情来做详实提报。这是一个巨额采购案，所以政府在做巨额采购案的时候，要提出一些相关效益评估。好，有什么呢？评估呢？比如说使用功效啦，使用人数、次数、使用频率等等。这个社会住宅未来有多少人可能会来使用？这个频率是怎么样？投资报酬是怎么样？收益亏损怎么样？督发处都要做详尽的报告。可是这个汇创，它是一个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公司，它有什么样实际的绩效，让这个评委可以让它独排众议，让它确评众选？这个督发处，这个市政府也要站出来说明的啊。高鸿安不是一句话说这个落选的公司厂商已经去向公共工程会申诉，它就可以切割的。我不相信气保这次会气保的像新竹模式，太不可能的。不会。因为蔡壁如讲这话在友台，我在同一个节目嘛，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我记得他那个东西讲话，我说。这是今天最劲爆的一件事情。他说，柯文哲的选项，是包括退选。他说，反正这场选举他可以不选。可是他的柯文哲的想脑袋里面从来没有副总统这件事情。好，可是你回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好玩的是，现在到底是谁需要谁？是柯文哲需要国民党，还是国民党需要柯文哲？你如果整个看起来，你发现是什么？是国民党需要柯文哲。柯文哲没有那么一定要跟你合，所以国民党不管是透过民调、透过媒体、透过舆论，他其实这一段时间只塑造一件事情，就一定要蓝白合，否则你柯文哲是罪人。他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嘛，就是蓝白合不能蓝白合，不能下架民进党，罪人就是你柯文哲，你就是最大战犯。可是你要知道，蓝白的群众基础不完全一样，所以为什么国民党需要柯文哲？因为白的那块可以补国民党的不足。如果两个同质性很高，早就吸完了啦，早就靠边了啦。然后最好玩还是一件事情，国民党始终不了解柯文哲。柯文哲前一阵子有去南部，不是去见了一个国民党的南部大佬。因为他们谈了一件事情，我不方便讲名字。这个大佬认为说蓝白合有机会，为什么？他说柯文哲知道自己很难选啊。就是国民党正常的思维是说，因为你很难选，你人也不够，钱也不够，虽然你有声望，那个很服嘛，这个时候你当然跟我合作，我们一合作下来，一起去分那6000个位置嘛，6000个位置那个是赖世宝说的，重点是6000个位置让你训练，听了我就一把火，可是这是国民党的思维，你钱也不够，人也不够啊，所以你跟我合作，我们两个互蒙其利啊，这是国民党的思维。可是柯文哲的思维从来不是这个，柯文哲的思维就套 Grace 讲那句话，为什么说渣男？渣男有几个特性？我看了一篇网络文章，你听听看对不对哈？他说渣男的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喜欢搞暧昧。哦，他超会的啊！他所有的这个国家愿景啊，这个全部的价值观，通通蛮暧昧的啊。他跟政党之间的关系很暧昧。是。渣男的第二个特质，IQ 高 ，EQ 低，没办法控制脾气。柯文哲像不像？IQ 高 ，EQ 低，不能控制脾气。渣男的第三个特质是有性无爱。就是说，他跟人的关系是工具性的，他跟台湾政党的关系有没有像工具性？那个爱字啊，其实我们那种讲，就是说他比较有一点核心价值或者核心观念。然后呢，当渣男还有一个，一定要是大男人主义。最经常的亏他对女生啊，然后呢会不会对女生动手？在爱情上的渣男是会打女人，拿打女生的。政治上的柯文哲会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永远是怪别人啊，损人不利己，讲话就很损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当渣男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哪怕满口谎言被戳破的时候要怎么样，要面不改色。我在看那个讲两性关系的嘛，我人家看柯文哲觉得若干项目相当符合。嗯，好，关键还是回到那句话，就国民党认不认识柯文哲，民进党是付出代价了嘛，所以民进党完全认识柯文哲嘛，你知道柯文哲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到后来自己的支持者分裂，所以有2018嘛，那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是，他们对柯文哲认识不是很清楚。天地开疆，然后现在是谁需要谁？当柯文哲知道说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跟你讲，柯文哲就很爽。他就是一个关键力量。对，是你要，你需要，不是我需要你。是，所以看柯文哲又，可是柯文哲又不想这样子被收编。医生讲没错，你怎么想象柯文哲把他的嘴巴关起来？所以他丢了一个让国民党会很头痛的，你要不要来初选？初选下去那有的谈哦。手机民调要几比几？要不要手机？如果要保护侯友宜的话，一定要选全市化。有选全市化对柯文哲不利啊。嘿，五堂黑差。然后还有一个是，金溥聪金老师可以接受吗？这一件事情里面你还可以看到。金溥聪的发言权越来越少。他前几天有出来讲话，跟记者特别见面。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金溥聪的发言权越来越少？从头到尾是朱立伦办公室跟柯文哲办公室两边在对口。职位抢占第一排，人潮多到工作人员手拉手筑起人墙，提前开放民众进入。现场调集大量军警维持秩序，先见中国各地爱国热情格外高涨。浙江某剧院近日演出日本奥特曼主题舞台剧，不料有男子疑似黄汤下肚，竟冲上台推打角色演员大闹，正值中日关系紧张恶化，部分媒体还称为爱国行径，引发网友痛批官方带风向，根本只是单纯发酒疯。中秋加十一长假连休8天，中共官方也不断鼓吹出行消费，但现实是经济前景太差，不少民众宁可躺平，无能力花钱。就算出国，许多中国民众首选仍是日本，无视北京当局喊话抵制反日情绪，飞往东京航班几乎爆满。有人爱祖国，也有人反共。最近在伦敦就出现包括香港雨伞革命、台湾太阳花运动等反抗意向的涂鸦，甚至欢迎陆客打卡。中国官媒新华社主办的报纸参考消息，29日刊出斗大标题，北京正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还写下外媒热议，结果连自家网友都冷嘲热讽，没有思想的地方哪能成为思想首都，莫非是搞高级黑，指桑骂槐。中国官方庆祝成立74周年，民间舆论却是极度分化的两样情。赶在中国十一国庆前，福厦高铁正式开通营运，成了中国媒体对台统战的大好机会。台青们不约而同提到2035年，莫非中国统战歌曲2035去台湾，再过几年就要实现。中国第一条跨海高铁，趁着中国国庆拉高爱国情怀，以复兴号为名，似乎意有所指。言论全顺着北京当局风向，还有官媒直播特地安排台商访问，吹捧高铁方便。福州到厦门如今最快只要55分钟，两地距离更近。央视报道地图甚至强调纳入台湾海峡西岸城市，形成1小时交通圈，一再暴露中共统一台湾的野心不容小觑。好，我们要欢迎这段新教的来宾，首先介绍是财经专家邱敏宽。慧敏好，大家好。财经专家谢承彦。慧敏好，大家好。来介绍的是旅行业者李奇月。大家好。好，我们来关心10月1号中国国庆，中国现在见证已经来到了这个74周年。11纪念晚会当中，大家都在看的是这一波人事大清洗当中，究竟还有谁站在这个台面上？对，没有错。事实上呢，那么你知道吗？那十一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庆日啊，他们所谓的国庆日嘛，啊，那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呢，那么之前呢，9月底的时候呢，就要开一个大会介绍的地方了哈，在介绍的过程。然后这个所谓的十一招待会上面呢，有两个人依然缺席，是谁？是由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前外交部长秦刚，还有马上要变成前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依然缺席啊。这么重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里面呢，这两个人缺席就告诉你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个GG了，完蛋，两个都完蛋了。我们有某种程度上必须佩服习近平哦，我一手提拔的人。我可以一手我跟你提拔对不齁，阿姆哥我干嘛你有问题，我一样可以把你们给宰了，一样把你们给踹下去了。外交国防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啊，两个部长是我提拔的，我现在必须要
孔明挥泪斩两个马谡、嗯、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习近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名字最近呢又可能会出现在被清算之列，就是赵乐际。那么赵乐际呢，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说他惹上大麻烦让习近平不爽，跟龙脉有关系，那当然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因为共产党号称无神论。那么赵乐际呢，听说 会惹上大麻烦的关系是跟他之前主政陕西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主政陕西，号称陕西王啊，干了件事，他破坏了习近平很喜欢的秦岭风水啊。那他是怎么破坏呢？他在里面核准盖了1100多栋独栋的违建别墅、啊、那个违建别墅你看他违建，问题是他盖的住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有钱人，赵乐际就让他输过去了、中国就是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大有关系、啊、那么事实上呢，因为这件事情啊惹火了习近平，而且其实让习近平最不爽是怎么样，你赵乐际好像这个陕西王当得很大，他下令批公文，下令裁示把他拆掉，中央没有人，没有人拆、怎么会这样，我习近平、我习近平、第二次还没有拆，听说下了6次的条子以后才拆掉这1100多家。我问你，你那是习近平，你要不要动赵乐际？当然动，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还要下6次。那么除此之外呢？李玉超啊，也就是火箭军的这个司令，突然间被消失。那么大家那时候猜是跟他儿子在美国啊，变成美国啊，美国两个廖北亚了哈，就特务出卖火箭军的资料公文有关系啊。不过，那么现在可能不是只有火箭军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啊，是不是有卷入，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那么从南非回来了以后不敢飞回北京，越来越明显。为什么？随着外电的报道呢，一场本来哦，本来可能有会实施的一场暗杀，政治暗杀案哦，那么在这个地方浮现出来了。为什么呢？李玉超他们这些相关的将领，因为在某情无忌田宫黑刚，一天之内，习近平动用了1000多台的军车。然后呢，马上分头并进了以后呢，同时抓人，抓了200多位跟这个暗杀计划有关系，被指暗杀计划有关系，真的假的不知道，但全部都抓，200多人全抓，好了，他出动了1000多辆车子啊，为什么呢？怀疑在他的飞机，那么巡的这个南非约翰里斯堡会飞过广西上空的时候，习近平的飞机有可能会被防空飞弹打下来。哦、在他们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这个构话里面是这样。那后来为什么习近平会没有这个 飞过广西回到北京，那直接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降下来的，原来是李玉超做梦都想不到他的秘书出卖了他。他的秘书搞了半天是中共国安局所安插的针。告诉各位，其实在很多部队里面，对不对，有些人啊其实是上面派下来的、所以呢卷进去的人全部都抓。那李尚福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不知道，但问题是他被抓了、然后呢包括前任的这个等于说魏凤和，他全部都抓，而且一次把这些将领20几个全抓。那么除此之外呢，北戴河啊，我们之前不是讲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呢，那么有几个有元老呢站出来骂习近平，习近平一是好不容易拿到大权，也是好厉害的没有。所以呢，到后来，那么他就整肃这些所谓的红二代，其中连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邓朴方行动不方便，所以他有一个机构叫做残疾人啊联合会，他长期担任理事长。就没想到呢，他一这个北戴河会议，对不对哦？那么一结束没多久，他连这个理事长长期把持这个理事长。拔掉，连这个自己拔掉，自己人来接，立刻派习近平自己的亲信立刻都结合。然后呢，我相信按照习近平的个性，整肃完军方立刻会整肃公安体系，已经整肃过一波了。然后现在军方整肃了，现在红二代整肃了，整个全部整肃完了以后，习近平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才能够高枕无忧了。好，如果李玉超真的有所谓的暗杀计划的话，李玉超是向天借胆吗？谁在暗中一起谋划，跟红二代有没有关系？不然为什么这一次呢，整肃的手伸到了红二代？其实这都有很多千丝万缕的一个状况。而另一方面，很多人在说这个恒大经济状况不好啊，这个债务暴雷的事情不是拖了2年了吗？太大了，大到不能倒。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在最近出手，把许家印给抓起来了。而且不止抄了许家印哦，目前这个是许家印的第二个儿子，他叫许腾鹤。
目前许腾赫也一起都关进去了。但等一下先生跟各位说，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现在中国内部的一个传言非常非常多、哦、据传 我目前整理出来的话呢，据传是许家印一直被软禁关在饭店里面，他也知道他这一辈子插翅难逃出所谓的一个中国。所以阿纪，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许家印据传在珠海要逃出国，然后当时要逃出国的时候呢，他是先派司机找了一个跟许家印身形非常像的人上了车，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自己呢用一个轻车简仆到了整个珠海去之后，没有想到两组的监视人员当场人赃俱获。人赃俱获完之后呢，在9月27号，包括了许家印，包括了许腾赫，手铐脚镣带进去，直接就进去了。我认为他们这次进去不会出来了，应该是从此不会出来了。那这次呢，中共他痛下杀手完之后呢，这次也跟全世界说了哦，该负的责任中国会负。所以现在重点是350亿在国外流传的这些所谓的债要不要处理。那据传呢，这个许家印坏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欸，等一下，那个，你说这个公司债卖在海外的公司债，对，中国会负？目前中国说该面对的一定要面对，欸，但是重点很简单啊，欸，各位兄弟情兄弟料干我输干我料干我输息，你欠100万只要赔20万就好了呢。这个后面会怎么谈？这个是非常冗谈的谈判过程，这我们下次再来说哈。但许家印很坏，是2018年，据传发生什么事呢？许家印跟整个天见的雄心豹子版，他去发了一个13.5%的可转的一个债券。据传这个债券是他先把钱从中国汇出去，汇出去完之后自己左手买右手把它给买回来，钱洗到国外去了。好。那钱洗到国外去之后呢，据传这次呢，习近平现在正在焦头烂额，听到许家印居然从珠海要跑，抓，直接就抓好，现在就全部抓起来了。那抓起来之后呢，现在后面要怎么处理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但有人跑掉了，谁跑掉了？许家印的太太叫丁玉梅。丁玉梅呢，她很聪明，她那时候许家印一发机之后呢，她就我不做中国人了，我也不要做香港人，她跑去当加拿大人。据传前前后后，他们现在两个人现在，丁玉梅已经说两个人已经离婚了哦，洗走多少钱呢？好恐怖哦，各位，洗走500亿人民币。所以现在丁玉梅跟郭台铭一样大，两个人都是2000亿，哦，都是2000亿。但为什么这次呢？据传中共官方会这么气呢？我们就已经要帮你掩盖了，都帮你搞这么久了，你还敢要给我从珠海逃？所以现在呢，人家说祸不其机奴嘛，这次是通通抓。所以许家印抓，第二个儿子也抓，大家看到他的第二个儿子更生气。发生什么事呢？他们目前在美国啊，买了一个23亿人民币的信托基金，折合台币大概是100亿左右。然后美国他们据传呢，现在都洗成国库券哦，这个国库券现在的利率大概是在4.5%，也就是说。许家印哦，现在他被抓，儿子被抓，对不对？但他的孙子、他的家人，如果在国外，每年躺在那边哦，一年还有4亿5000万的台币的利息可以领。你说这件事情气不气人呐？你觉得习近平动得到这些钱吗？比如说前期这么多2000亿，这笔钱，习近平动得了吗？如果习近平要动的话，这些中国人在海外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动不到的，看动不动的。不过习近平太忙了啦，最近太多事情要忙了，要看下去，哦，看这个公司在中央政府会负责多少。马云在2018年杭州确定拿到亚运的时候呢，马云是有当主人欢迎大家来杭州的，这次真的在杭州登场，马云怎么没有角色？对，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中华健儿在这个亚运里面拿了多少多少牌，对不对？可是有一个人超级失落，叫做马云啊。马云那时候在5年前的雅加达亚运闭幕式上的时候呢，邀请说哇，下一次就是杭州啦，我以杭州子弟身份，就这个想邀约大家相见杭州。哎，马云对杭州是真的有感情的，哦。是，马云不只是杭州人，马云在杭州师范念英文系的时候，不是每天去找老外吗？说我想学英文，我教你中文，我免费带你导览，然后就带他看西湖。马云对杭州是投注非常非常多感情的。后来发大财做阿里巴巴的时候，他的总部也一直设在杭州，对不对？他不是只有赚钱而已哦。你仔细去看，全中国最现代化城市就在杭州。杭州是中国第一个智慧型交通城市，它的那个所有交通，我坦白讲，内湖应该可以去取经一下。哪里应该放多少秒，都有 AI 在后面帮他算，所以马云是真的很希望说这一次啊，可以哎，欸，以主人，不要讲主人嘛，就主人之一，然后拿个圣火啊什么的。可是这次马云持续被封杀，没有看到他啦，他都离开香根温泉回来杭州了。对对对，他被拍到回来哦，他想说多少应该会有些画面嘛，结果没有。所以你看到马云在中国状况啊，
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嗯，但马云呢对杭州多有感情呢。杭州有一个寺叫做永福寺，哎，这永福寺号称全中国最美丽的寺庙。哦，我有看过它多少年，1700多年，从这个魏晋南北朝时候就有。嗯，然后呢，它是有一点点日式的味道。嗯，为什么？因为到后来有重建过，那时候的大和尚常去日本，好去东渡，所以你看非常漂亮，而且在永福寺上面可以一眼望尽整个西湖。哦，而在西湖上面是看不到永福寺的。嗯，哦，那马云的状况是这样，他只要遇到很困难的抉择的时候，生意上重大的说话的时候，他一定把所有的那个高干哦，嗯，带来永福寺，先抄佛经3天，惩罚，欸，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嗯，然后大家就在菩提树下看能不能悟点道。哦，所以马云是非常喜欢永福寺的。嗯，然后呢，马云呢在创业的初期呢，也有去一些寺庙中捐了一些香火钱。嗯，传说了在某一个尼姑指引下弄了一个签，后来创业顺利。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云点点滴滴都在杭州。嗯。欸，学习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在杭州，学习的时候在杭州，创业的时候在杭州，嗯，遇到商业困难的时候在杭州，结果呢，杭州要开花，结果说马云出席，啊，哇，真的是举一把泪，连网友都说不公平啊！对对对对，嗯，可问题是这没有关系，马云毕竟活下来了。我去昨天说嘛，瘦死的骆驼也比蝼蚁大，刚讲嘛，许家印随便还有2000-3000亿嘛，嗯，对不对？可是有人要倒大霉，是不是李强啊？哇，出事了哈！出事了，哦，中国最近刮骨疗伤无上限啊，嗯，李强是这样，现在国务院总理嘛，对不对？对，中国第二号人物，对不对？你以为查到正不急了不起吗？拍谁，嗯？现在连李强可能要出事，嗯，因为最近网络上出现一个李强的爆料信。其实说的有道理，李强其实跟习近平之所以好是浙江新军，嗯，就他在浙江长大，嗯，浙江杭州一起的啦，苏杭的，嗯，那李强后来去上海去当这个所谓市委书记，上海到苏州到杭州开2-3个小时车程，他们其实共同经济圈，嗯，那时候就知道李强其实跟马云非常非常好，嗯，可这个爆料信里面有好几个重点，第一个李强住豪宅，嗯，千万豪宅，第二个蚂蚁金服那时候在上市，他说李强至少投了100亿，哦，一百亿进去，赚翻了吗？赚爆！可是后来蚂蚁金服被卡掉了，嗯，所以这100亿打等没了，没了，嗯。然后呢，关键中的关键，最不及妻儿啊，连李强女儿名字叫李颖都被捅出来了，嗯，说他跟马云呢联合赚了非常多大型建设，嗯，所以这个东西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政体在内斗啦，也有可能是马云派或是反习派被斗到受不了，嗯，我就把你习近平的人揪出来，看你要不要连你的左右手一起砍，嗯，把事情搞，把水搞浑了，大家就都没事，嗯，所以哦，马云当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案子，所以在这边就要尽可能的低调，嗯，不然其实马云其实在去年已经有凤凰潮的感觉，因为中国有点希望透过李马云，嗯，让外资知道中国是个开放的经商环境嘛，嗯。好，这先不谈，可重点来了，哎，欸，杭州这次搞亚运是真的非常非常好，你看他的这个公车是个 APP 轿车，嗯，那 APP 轿车只要这便宜，哎，欸，Alcantara 对 ，APP 叫公车，欸，APP 叫公车啊，然后他的公车椅子是皮椅，欸，然后人造皮，欸，然后你看他去充电，你看公园里面，嗯，所以这一次哦，其实坦白讲，我认为了蚂蚁金服、阿里巴巴在后面做了非常大的 push， 是，可是没有马云啊，都无所谓。更有趣的事情是，老共哦，真的算是一个好大哥，要照顾自己的这个小老弟，北韩。北韩呢，因为这个有很多选手来参加，我有看到北韩去摔跤那场，其实蛮不错的，嗯。可是重点是拉拉队啊，嗯，你要议员团啊，结果呢，中国这样叫这个女学生假装成北韩人帮忙，啊，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北韩人呢？因为他戴 Apple Watch 哈，哦，北韩没有 Apple， 北韩没有 Apple Watch 哈，哦，卖了，啊，卖了，后来被踢爆，他好像是吉林省那边什么，嗯，哦，也算是有互动啦，所以现在整个中国当然都在那种亚运风当中，嗯，可看到这亚运风背后有李强的政治风暴，嗯，还有马云的莫名其妙的神隐，可能一个风暴又要产生。好，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连他拉拔大的李强也要砍下来，哇，那真是情何以堪！中国现代的政坛其实正在腥风血雨之中。再来看，一开始习近平在广大中国人民面前树立一个好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我敢打贪官。今天贪官系列之靠干爹系列，有男的也有女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叫雷文龙啊，哎，这个雷文龙36岁就当上，我查了一下赤水市的市长啊。你说他有没有靠山啊？有啊，他的几个比较知名的靠山，一个是贵州省的
常委，一个是贵州六盘水市的市委书记啊。当然很多人说，哎，奇怪，他到底他怎么有办法？哎，你不要看，第一个才貌双全，第二个才干过人，代表就是说他在你看他长头发的时候温柔娴熟哦，但是这个在执行官务的时候，哇，雷厉风行哦。但是很奇怪哦，就是最近啊，他跑前一段时间跑去投案，很多人说，哎，怎么突然投案？第一个，这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很多人举报他贪污啊，都抓不到他，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嘛，他这个后面有很好的靠山嘛，哎，那为什么抓不到他？有靠山你怎么抓到他？那为什么你说他贪污？哎，赤水市啊，其实上你说虽然是一个市长，当然也很厉害了哈，可是实际上他并不是我们讲一级的这个市啊，他其实是贵州遵义市底下的赤水市啊，可是他当个市长，他可以20套房产、啊、可是就抓不到他。可是这一次他既然自己去投案，他说啊，那就查嘛。查的结果你知道吗？只有两个小罪行，一个是说啊，你宴请就请吃饭，对，影响到公正的判决。还有一些酒水，这个听起来很轻，对不对？从轻发落，因为有悔意。哦，他主动投案，主动投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刚才在讲贪腐这种东西哦。你说大官大贪嘛，小官小贪，在中国是这样。可是最让大家觉得最讶异的是什么？小官巨富，富有的富子，小官巨富，就他为什么那么有钱？因为他贪腐。小官巨富，这个是秦皇岛，就是他不过就是秦皇岛一个我们讲这个叫做这个城头。管的一个水务的一个小官，秦皇岛是有钱地方哦，还有港口，对，然后呢，属于副处级的一个小官，我们叫九品芝麻官。我按照以前这样来讲，当然，秦皇岛北戴河气候非常好，夏天啊24.5度，非常适合很多的大官去那边度假。是不是因为这样，这一位叫马超群，就我讲就一个九品芝麻官，你知道他多有钱？抓到的时候，现金我看了一下，很夸张，1.2亿，黄金有37公斤，哇，那房产有68处啊。当然，他自己的狡辩是说什么？他爸爸做一些投资，当医生嘛，很有钱。可是他爸爸医生的诊所也没开没几年呐、啊。那你说你拿来的钱再去做房地产或是什么矿产的投资哦？而且这当中哦，据说当时去抄他的时候，200人哦。包含了警察、武警，还有包括检察官、啊、你知道他现场直接把这个拘捕令直接撕掉、啊，哇！你知道他这个态度是强悍、啊、甚至曾经跟人家吃饭的时候吵架，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 没工作，被拔官、嗯。很多人认为他背后的干爹的势力非常的强悍。势力是谁？据说应该就是曾庆红。哦，从蛛丝马迹啊，拍照、啊，所以基本上还是要有靠山、啊、但是。基本上靠山山倒了。我刚才讲到的这个雷文龙为什么投，他自己的靠山都被抓了。中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许多游客提着行李准备出国享受旅程，只不过很多人的目的地却跌破不少人眼镜。前往日本的航班挤满长长的暴动人潮，全是趁着29号起中国连放8天的11连假准备出游的人潮。但万万没想到，中国国内不久前才因为日本排放核处理水引爆大量的抵制潮，没想到一放假，中国游客出国首选仍然是日本。27号到30号这几天，从北京出发飞往东京的航班几乎满满客满。事实上，11黄金周连假是中国今年最长的假期，不但预估旅运量达到20.5亿人次，光13号到20号出售的廉价假期火车票就高达1.46亿张。预估连假期间每日航班乘客数量达到196万人次。疫情后首个11长假，中国民众除了国内旅游返乡，许多人更选择出国。尽管核处理水让日中关系降到冰点，但日本的旅游魅力加上远走远的吸引力，还是让中国网络搜寻预约飞日本的机票高居第一，甚至比日前开放陆客免签入境的泰国还来得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中国前一阵子操作这个民粹嘛，日本放核废水出来，虽然已经已达标准了，还是把日本骂爆，对不对？没有想到呢，这个黄金周假期一开放，怎么身体那么诚实，中国人冲日本啦？那人家有问他们说，
你不是说那个辐射吗？那吃到日本吃东西会怎么样？会不会得了辐射？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那要等我试试看，吃完他们的沙西米了以后才知道，你知道吗？这意思，所以也假的啦，哈。可是日本是塞爆了，但有一个国家想尽办法要赚中国观光客的钱，赚不到，很特殊的吧？哎，各位，那这个国家是哪里呢？东南亚的泰国。哎，泰国对中国很好，为了吸引他们，我们台湾还没有嘞，开放免签啊，开放免签了以后呢，就没想到中国的这些网民啊，很多在网络上面呢却步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害怕那么到这个泰国去旅游呢？这个有一个理由，这当让大家觉得哈、匪夷所思，为什么？他们说啊，担心到泰国去了以后被割腰子抓去做诈骗。其实这个是前阵子的那个新闻、这是什么新闻？就是有这个等于说啊、这个中国老百姓呢到泰国去了以后，喝了不明来历的水以后，昏厥啊，昏厥掉哈，也邮寄给挂掉呀，送到这个什么 KK 园区，缅甸 KK 园区的送到哪里，然后那边诈骗。那除此之外，为了改善这种想法，所以呢，在中国跟缅甸的边界有友谊运动会，其实已经办十多年了。这一次特别办了马拉松赛，结果你看中国小粉红，中国这些网友都说马拉松赛跑一跑跑一跑，会不会跑进去缅甸 KK 园区直接被割腰子了？意思是一样的。事实上的话，后来你不要小看这个影响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们有包括篮球，包括各式各样的运动啊，这次是特别啊，那友谊赛弄了一个跑马拉松啊，其实都在中国境内，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么那个缅甸 KK 园区确实这个诈骗集团手法太毒辣，手法太凶狠，所以连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对不对？他们一听到这个就不得了。那么事实上呢，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啊，今年第十年，在缅甸呢、也有一些地方，对不对？有一带一路啊，记不记得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时候，其实有所谓的三合会。三合会就是有这个有时候有点红门背景啦、还是有一点这个香港啦、澳门啦相关的黑道背景的人啦、他们也投入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红色家族呢，一起来开发整个一带一路啊。那么可是呢，那么有些地方啊，还甚至于怎么说西哈努克乱不乱？重庆的人说了算，为什么？因为都是重庆的有钱人跟这些啊，那么在东南亚把手伸进去，东南亚的这一带一路，所以到底怎么样是我们说了算就对了。但有一个人就很倒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叫于志江啊，佘志江，事实上呢，那么他佘志江啊，他曾经两度发表了不自杀声明。佘志江这个人也是他的传奇性的人生啊。为什么？一开始呢，其实他跟跟赌场有关系的，但就被老共呢，因为这样子给他划不通缉，说他经营网络赌博、经营赌场等等，给他划不通缉哦。然后到后来，他是自称了、因为自称，那么这个中共的国安系统啊，找上他，吸收他成为我自己人就对了。然后呢，条件就是让你一些这个通缉啊，跟你的这个相关的亲友呢，那么他们的通缉的部分呢，我把它挡下来，但是你要为我所用啊，那你要去投资啊，这个缅甸相关的这个等于说这个亚太城的相关系列啊，后来还真的弄了一个120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亚太城的一个计划了哦。那他的意思是说，他出来特别澄清说 ，KK 园区外面都说跟他有关系，不是他的，也跟他没有关系，也得该税这里保护。但是呢，到后来啊，他号称自己拿了150亿美金，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反正都是他讲的、然后呢，那么出来了以后，可是到后来、老共要他离开这个开发的地方，开发这个已经投入那么多钱开发的地方，来到台湾来，另有任务要交给他，他拒绝。老共，你不是摆明了我只能肯定加点吧？然后投资这边叫我把这块肥肉让出来给你，然后呢，叫我自己就去另外到台湾去开疆拓土，我不要嘛，不要了以后。然后呢，就开始被整肃了，被发国际红色通缉令。所谓的国际红色通缉令，那个老共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会员国啊，发布国际红色通缉令，要你等于到哪个国家去，到哪个国家去就会被逮起来。最后，佘志江呢，那么到了泰国啊，听说是那么泰国的亲王跟他见面吃饭聊完了以后，可能不欢而散、可能谈条件或怎么样，不欢而散。亲王一走出去，他立刻被泰国的警方给逮捕。逮捕了以后呢，那么最后呢，那么很可能要把他引渡啊，送回这个中国去。他认为他自己会被中国的国安系统给灭口，所以
后来才录了两段相关的这个录影呢，然后呢在网络上播放、不过从这个地方看得出来，泰国警方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用一些手法、所以让他的相关的讯息还是可以出来了。是，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将的所谓百亿美元开发案呢，那么到最后还是一带一路一场美梦而已。好，一带一路十周年了，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真的在中国撒币，邻国真的有遭受到一点好处呢？总要来点正面的讯息吧。其实呢在一带一路里面呢有一个很成功的新建完毕的工程、是今年4月13号通车。从哪边通车呢？从昆明经过摩丁、罗布拉邦、万荣到永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中寮铁路，417公里的这个中寮铁路丢了差不多将近400亿美金哦，美金哦。而且这个钱呢 ,70% 中国大陆出，30%呢是辽国出，辽国没有钱怎么办？再跟中国去贷款，贷款完之后怎么还？跟大家讲，很简单，你没钱还，我们用什么？用矿产还。所以呢，辽国政府用它的钾矿，用它的橡胶园呢，等于说用这些呢主产呢去抵债，因为直通车就很少。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当地人呢就说：“哎，这一条高，以前说这条高铁好了，会带来很多人潮，大家落空了，落空了没关系，但至少啊有一条铁路之后呢，好像可以增加一些货运吧。结果增加货运卖往中国的产品里面呢，爽到谁？爽到泰国。为什么？因为泰国就利用这条铁路呢，大量的运它的水果、运它农产品呢，卖到中国大陆去。根据泰国的贸易部统计哦。”今年1到6月上半年，泰国榴莲经过这条铁，经过就是有这个铁路加持之后呢，榴莲销往中国的那个运销量呢增加58%。那说，那你辽国东西可以卖过去啊？就辽国自己也拉惨，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能够卖出口的东西就不够多。好，那你说没关系，货出不去，那人进来总可以吧？你说人进来，辽国发大财。结果呢，看一看之后发现，哎。观光客里面呢，真的到辽国去的人也不多。好，正纵使去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呢之前他们因为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呢，就带入了非常多中国大陆企业，所以呢，他最有名的世界遗产就是以前的古佛国的龙布拉邦那边，他几乎周遭全部的酒店、游览车、旅行社、餐厅，全部呢，通通都是中国旅行集团呢通把持，把持之后呢，当地人就是要去那边上班，也就是说呢，老板变成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些旅行社。好，所以说这个还是最严重的，最严重是什么？最严重是他那个摩丁，也就是边界城市。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从昆明出来之后呢，到了就是第一站就是他们的摩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最惨，为什么？这地方已经被包给了，就是大陆的海城公司呢，90年变成租借哦，就他们叫做观光租借，就这个小镇呢，90年的开发权，甚至部分的治权呢，是归这个中国大陆的国营公司。那他们呢，怎么搞？炸掉了6座山要造镇，造了镇之后，现在开非常多的大楼，而且他们喊出口号什么？喊出口号就是呢。中国大陆不能做的行业，这里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呢？第一个，试管婴儿大陆可不可以？不可以，这里可以，可以。代理孕母大陆可不可以？不可以，这里可以。汽油啊，可不可以？大陆不可以，这里可以。像比如说汽油啊，有很多癌症新药啦，很多一些啊，他们在研发的新的药厂呢，就到这边设厂之后呢，开始呢，就是让这些当地辽国人呢，他们穷，为什么？他们的一个月的收入不到200美金。160-170美金的月收入，那所以呢，他在那边呢去试药，试药什么？试了药之后呢，就可以领试药的钱。是啊，不过这种新药吃下去或打下去会怎么样？不知道哦。就是把人当白老鼠，他就是白老鼠。那就是变成一种这种情况。好，那这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等于中国不法的行为都可以在这边做试验。对，他这样子的一个辽国就这样认了吗？辽国就是要把他是没有，他不是认，他是把他租出去。不是只有摩丁，包括另外一个金三角的这个小地方叫坡桥，也是坡桥最惨，坡桥全现在全部都是诈骗园区。
那整个摩丁变成什么？变成就是相关的一些药物泛滥情况、色情泛滥情况，全部在这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它租出去了。嗯，那这种情况，其实你说这种强势经济殖民的周遭的这种贫穷国家，别的国家也有了。坦白讲，美墨边境很多美国大药厂也是在圣地亚哥附近设试药所，专门给那些边境的老墨去试药，而且大规模的在非洲做。对，非洲更可怕。嗯，所以这种其实呢，在经济强势的这个国家的邻边的，如果是贫穷国家的话，它会变成这种情况，这叫做经济殖民。可是呢，这个整个它的这个“一带一路”铁路开下去了。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看到对于寮国有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人呢坐不起，还有就是呢，它的地铁站很远。一颗颗月饼烤出黄金色泽，送礼送到心坎里。但若收到这种，心里恐怕只是一肚子气。中国一名黄姓男子九月初在徐州的工厂买了800包岐山月饼送给客户，没想到生产日期竟是9年前。客户抱怨，难怪吃不动。客诉后，工厂表示他们是2016年成立，2014年的月饼根本不存在。厂商回应是日期印错，会再把月饼召回。但消费者发现，有些印上2014年，有些却是2023年，到底是印错还是真的放了9年，难以辨认。而月饼不只有过期的，山寨版更是层出不穷。苏州有女子吃了公司发的美心月饼，向厂商查证后，意外发现自己吃到假货，询问人事部，隔天却被解雇，指控公司故意购买山寨版月饼，引发消费纠纷不是第一次。但更惨的是，中国电商平台统计销量比去年同期少了43%。考量健康和荷包，今年中秋中国的月饼买气大不如前。好，来看一下中国最近蛮奇妙的哦，连买白糖都要实名制。前一阵说买刀实名制也就算了，白糖涨太多了也得实名制。对，先讲了，不是只有中国，我们今年包含台湾，整个全世界白糖期货价都不断在涨哦，因为气候异常的关系。我先讲中国，中国在今年3月的时候6000块钱一吨，到4月7号6750块钱一吨，6年新高，中间有涨有跌啦，可到现在此时此刻也大概要6470，就6500块上下一吨，其实已经是这7-8年新高了。这7-8年为什么白糖涨成这样？他们现在说原因就是因为气候变迁呐，因为中国主要是广西跟云南这两边有糖，可广西跟云南最近都干旱。好，那你如果广西跟云南没有糖的话，他就跟外面去收购，世界三大产糖区。印度、巴西、泰国全部都干旱，巴西、泰国都是蔗糖嘛，全部都干旱。所以今年呢，不是只有中国啊，连台湾很多月饼师傅都说，我们台湾的白糖变很贵。所以这个未来糖价，可是整个台湾现在不是在减糖的人生吗？那是太胖，太胖了。应该需求有变少吧？对对对，但是总而言之，反正就变贵了，变贵了啦。下一个就大，可能大家会民生物资的是糖啊。可是我们政府有观察到，我们政府说8月开始糖。冻涨，好，我们要选举，要冻涨了，不能出事，不要下一个鸡蛋变糖。可是中国很有趣，中国竟然有这个东西啊！温馨提示：接获公安局通知，购买白糖顾客需身带身份证原件哦，还不能影印本。对啊，他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怕这个囤积吗？没有，后来发现原来白糖可以做炸弹哦，这才是有趣的地方。这个是实作方式哦，我跟大家报告。白糖浇上硝酸钾，硝酸钾7，白糖3，这样的比例呢？你看哦，经过混合，然后糖哦要炒，要炒糖哦，你不要乱弄，你要先炒糖，然后这有人在实作，然后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土制炸弹。哇，这很有趣哦。那硝酸钾他说怎么哪里来呢？我跟大家报告，肥料里面有。那如果你没有肥料，猫砂里面也有。猫砂里面有硝酸钾，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土的方式，但你不要小看哦。你知道吗？这一个人是叙利亚的恐怖分子。他有一次呢，请这个西方的媒体哦，来教大家说怎么样他们叙利亚是怎么做火药的哈。他有几个步骤，第一个他们有个铁锅，铁锅之后呢，然后他会把这个白糖这样炒炒炒炒炒。那一般炒完白糖后，白糖会焦化，赶快哦，在焦化的过程马上加入硝酸钾。你看焦化对不对？然后加入硝酸钾之后呢，然后呢勾勾然后时候呢。拿一个迫击炮的壳来塞进迫击炮里面，
它就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火箭炮。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这是手榴弹的量，迫击炮量，对不对？嗯。它还有做出火箭炮，嗯，这可以射击，你看，你看，不是迫击炮，嗯，它可以射击12公里，哎，嗯，这很厉害啦。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工，以前那个以前工艺课不是化学课，化不用以工艺课、家政课要做水火箭，还有要做白糖火箭，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中国那么担心这件事。怕新疆人学走哦，是，对，嗯，怕新疆人拿去做土制火箭，嗯，所以这个东西有在中国这个过程，国家真的什么怪事都有。好，来看中国另外一个数字哦，这个听起来很惊人哦，这个恒大为什么呢？他把1块钱当40块钱、400块钱用，盖了一大堆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这项数字显示呢，中国的空屋哈，盖好没人住的，还可以给14亿人住，住不满，是14亿人住不满了，住不满。等一下跟各位说多少人住哈。2022年中国房地产开始出问题，因为全世界发了债了嘛，发了债付不出来，付不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检讨，很多的外媒就开始去数数看中国的房子有多少。所以呢，去年外媒就说了，中国的房子太可怕了，多可怕呢？把全德国8300万人全部都移过去之后，德国人一个人住一间还住不满，所以呢，那时候他们算说空屋有多少呢？大概是2亿间。后来呢，就在这个月的23号，中国前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他叫贺坚。贺坚呢，也不知道是说溜嘴还是故意要拆台，他就说：“我们的中国房子盖太多了啦，我们现在哦，14亿人完全住不满。我们目前的空屋，全国房子总加起来呢，空屋有2亿7000万间，目前我们总共盖了6亿间的房子，所以6亿间的房子，如果一间住5个人的话。”中国的人口要30亿才可以把这些房子全部填满，哇，这个是好恐怖的数字。所以现在全中国各位房地产有几间呢？有6亿间。那现在呢就很夸张，多夸张呢？很多金主都被骗啊。例如说像天津，天津有一个地方叫做京津新城哦，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哦。京津新城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它在整个天津以北大概50公里的一个地方，它距离整个北京大概250公里。那个时候画大饼真会画，他说什么呢？我们先盖一条高铁，然后从北京直接拉到你们京津新城，然后呢再做一条高速公路，从整个北京直接拉到京津新城之后，再拉到天津去，哇，一劳永逸啊！所以房子就拼命盖，可是盖房子盖好了，高铁没有盖。然后呢，高速公路也没有盖，所以怎么办呢？把不真的把人家骗去，所以就把不。所以现在呢，那边据传有超过3000栋以上的别墅，还有度假村，还有高尔夫球场，还有大学，还有博物馆。可是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都是空的，就是没有人。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全世界最豪华的一栋鬼城了。可是这个要怎么办呢？先跟各位说哈，无解。为什么无解呢？现在好多人去看哦，没有人，可是呢，有牛跟羊在里面吃草，因为都已经荒废到这个地步了哈。嗯，好。京津新城讲完之后，我们来讲上海哦。上海现在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一栋大楼，叫做上海中心大楼，这个很高哦，这个比台北101还要更高，这个是全中国最高，然后呢，全世界目前是排名第3哦，632公尺。然后呢，这个盖的时候呢，他们其实这块地很多老台湾人都去过，为什么呢？如果过去你去上海呢，你晚上不要去酒店喝酒的话，这个地方过去是高尔夫练习场。他可以在里面打高尔夫球，然后风景很漂亮，可以看着整个陆家嘴。后面就盖了这边哦，这边多大呢？先跟各位说，这边就跟寡妇楼一模一样。我算出来10000平左右，就10000平。然后呢，现在这栋楼呢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富丽堂皇啊，中国第一高楼啊，台湾第一高楼目前101呢满租，马来西亚第一高楼叫双子星，目前呢整个所谓的出租率是90%。这栋楼的出租率多少呢？他们外媒说出租率还不错啦，多少呢？60%。可是很多人就说不对啊，60%应该是到处每一层都有灯光啊，大家晚上一看，安内鬼懂暗飕飕。结果慧敏姐发生什么事呢？目前出租是60%啊，但是据说入住，就是说我办公室我租出去对不对？我的公司实际上有派人，或是我这个地方真的有人，不到30%。那干嘛租啊？不到30%，所以呢，现在就是也不知道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租，可能有些地方名目还怎样。嗯，重点是整栋楼很豪华，但是呢，里面呢现在就说这个叫做直立式的一个鬼城哦，所以现在好多那种北京啊、天津啊，好多地方这个都出现所谓的直立式的一个鬼城哦。嗯，那最近刚好最近中秋节嘛，我们就来应景一下哦。中国人发现最近中秋节的月饼变不好卖了，那变不好卖呢，当然要检讨原因嘛，例如说像京东。京东就说了，奇怪了，为什么我们的销售的额度啊，
比过去衰退了43%，那目前的销售的金额呢，衰退了55%，结果就是说两个数字都大幅下降就对了。嗯，那有人就说，哎呀，你有所不知啊，吃月饼是老人家啊，那前几年疫情其实很多老人家都走了。所以呢，可能月饼的需求不是那么高，现在的商业也不好哦，所以月饼大概也没那么好。不管了，这个不管，反正中国的月饼就销售就退就对了。结果最可恶的事情发生了，发生什么事呢？最近呢，比亚迪跟特斯拉在中国打得东倒西歪，对不对？中秋节嘛，总是要送个月饼啊。哦，真寒酸欸，比亚迪你在干什么？整个中秋节礼物就只有赢高虹安，高虹安还有一颗麻薯，嘿，他吃两颗月饼加两瓶饮料，比高虹安好，比高虹安的一颗麻薯好。可是比亚迪不是拿下销售冠军吗？而且重点是，不是赢了特斯拉吗？这个是让我最生气的地方哦。为什么呢？我看到那个员工拎着那个月饼跟整个饮料回去，我都觉得，先说哈，整个比亚迪的财报好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比亚迪2022年获利成长200%，成长2倍。2023年现在获利又成长200%，又成长2倍哦。他现在是全世界单一车厂出货第一名，真的很落惨嘞。中国人那么爱面子，居然这个可能不知道说月饼的这个礼物会被我们大做文章。再来看一下哈，中国资金其实新加坡这几年的兴起跟中国资金的流入有很大的关系。好，最近流入日本房地产的资金里面，新加坡拿了第一，但这中间有多少中国资金的成分？其实我们根据统计哦，像今年呢，整个日本算是全球房产最热的国家，也是全球疫后旅游最热的国家，因为日币最近真的太低了，再加上呢，日本的经济后市看好，因为他把泡沫经济的外债全部还完，你去看那日股，还有日本的房地产、股市、房市皆涨，日币一直跌，所以他经济其实大好，所以呢，国际热钱开始往日本跑。往这边跑当中，我们去看哦，像第一个跑到股市跟跑到房地产，房地产来讲呢，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新加坡。新加坡的资金在今年大概在上半年呢，就已经跑了30亿美金到日本去。第二名呢是美国，第三名加拿大，第四名呢是 UAE， 就是联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好，就发现说呢，这些都是国际热钱充沛的地区国家。那为什么是新加坡拔得头筹？那新加坡真的这么有钱吗？其实新加坡的钱从哪里来？你要说，哎，中国大陆不是之前说把整个中国的日本的房地产很少嘛，都中国在买吗？那怎么都这一波怎么没看到中国的钱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习近平呢后来他整个外汇严打，所以钱呢基本上大陆的钱出不去，但是有办法的人呢都已经出去了，这样会在哪里？会在香港。那香港变成的是很多中国大陆钱的一个中转站，可是偏偏在反送中游行之后，整个香港的银根大逃亡全部跑去新加坡，所以现在变成非常多的新加坡那边的国际资本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钱。那中国大陆很多人把钱放在新加坡之后呢，这一波当然到了就到了日本去。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的这些数字的话没办法列入统计，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很多钱要到海外去都没办法循正规管道，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接到中国大陆的朋友说他想要到日本投资，可是我的钱在大陆，有办法帮我把钱搬出去？搬得出去的话呢，怎么样的条件都 OK。我说对不起，日本政府抓很严，到时候不要害我们被抓走。从那可以知道说呢，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要搬到日本？日本政府不欢迎中国资金吗？日本政府他们对资金，他们对洗钱是非常严格的。你只要是正式的资金，他都欢迎。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资金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能会被判重刑。所以说呢，这种事不敢做。可是从这个知道说呢，大陆为什么会想跑日本？很简单，因为中国大陆的朋友说呢，他们跟日本关系不好，所以他的钱的长。